主料，低重225克，盐2克，这个水45克，全蛋90克，鲜奶油80毫升，椰子65克，柠檬汁10毫升，辅料奶油10克，细砂糖2大匙，香蕉5根，软酒1小匙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内馅做法，将所有材料混合均匀，放入冰箱冷藏备用。混合均匀后的样子，香蕉切成比派盆稍低些的小段备用。锅内放奶油，用小火将奶油烧至变淡褐色，放入白糖烧至糖熟，再放入香蕉拌匀，待稍冷却后再倒入 rum 酒拌匀备用。切记 rum 酒一定要稍微冷却后再加入，避免流溅起引起烫伤。将奶油切小丁，低粉盐糖及冰水拌匀成面团，用锅板翻拌均匀，盖上保鲜膜，放入冰箱冷藏松弛30分钟备用。将松弛后的派皮取出，将两端向中间折3折，接着擀成薄片，再重复此动用一次，再擀成厚度为 0.3 厘米的薄片，将派皮铺入盘中，压平，取出多余的面皮，将内馅倒入派盆内，放入焦糖香蕉，180度烤30分钟，至表面呈颜色变色，即可出炉。烹饪技巧，注意，派皮好吃的秘诀在于皮的酥脆感，所以制作派皮时，不可搅拌，或用双手揉匀，因为揉匀后皮容易出筋就不酥脆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